小林，你身份证字号里有几个二号？你是在说游乐园最近的促销活动吗？请问上述对话的含义是什么？A. 这位先生1月2号要邀约小林去游乐园玩。 B. 这位先生想要跟这位小姐借身份证。 C. 身份证字号里有2号的人想促销优惠。 D. 凡持有学生证即享游乐园的促销活动。